谁让你把门帘咬坏了？啊？谁让你咬了？啊？看我们的大王，让你咬门帘了？下午想进来了，直接把门帘给咬下来了，跑到床上睡觉，让你咬了？一张委屈的脸，啊？一做错事情就特别委屈。谁让你咬了？我问你话了，谁让你咬大王，了？你啊？为啥咬门帘啊？眼睛也给人家摁坏了，谁让你咬了？眼睛，他爪子老重了。谁让你咬门？他做错事情会讨人好，谁让你咬晚了？上搂着大王特别暖和。狗狗们都在屋子里面，跟人住在一个屋子里面暖和一点，因为晚上的温度零下20多度，我们这儿搂着狗狗会暖和一点。谁让你咬门帘了？咋啦？你委屈的？你咬门帘还委屈的啊？把人家门帘给咬坏，其实麻雀真的老聪明了。你看打架打的鼻子上的伤口，鼻子上好的那些伤疤，都是疤痕，鼻子上。